么可爱又帅气的舞蹈。好，大家看到这面，这是一个魔镜，魔镜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我一定要问啊，就是谁是世界上最 beautiful 的人？绝对不是你啊！你什么德行？你又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我一个摔爆你这个烂弟子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知道，最 beautiful 的人在后面哦。最 beautiful 在后面？怎么可能？我应该。